OK。Let's go。放掉以后，这个手再来这边，哦，这样。耶！怎么跟那里不太一样？拉完了以后，揉到一半的时候，拉掉，筷子出来，再折一折上来。再折一折上来。这样的话就变成这样的形出来了，有味有味。完美的，这个就可以到市场卖了。今天来这边拜师学艺，这一盘里面哈，没有这么华丽亮丽的，就是我的作品。它比较有口感，它咬起来有劲，但是它又没有那个豆干那么硬，好好吃哦！我做的是这个，这个不是我做的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等一下你们吃就知道，都好吃，我都喜欢，赞。